好啊、谢谢大家啊、哦。那么我们各党团啊、都已经到协商会场，我们就宣布开会。那么我们啊、这一次协商的主题是啊啊、盐商处理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案的相关事宜。那各位，我们有一个附表啊、哦，这个是草案啊、哦，这个是草案啊、哦，这个不是确定的案子。我们大概预计这样子啊、哦，就是第一，我们有一个提案的时间啊、哦，那我们是建议啊、哦，从现在开始到礼拜五啦啊、哦，现在礼拜一五天的提案时间，那拜托啊，礼拜五下午5点啊。哦五点啦、啊、我们告一段落，好、哦，那五点之后，我们的财委会会整理整体的提案，把它分类啊，看是属于哪一个委员会。五天的时间应该提案是够了哦。那礼拜五提案之后，我们会在礼拜六、礼拜天啊整理啊，所以礼拜一1月15号啊一早上，我们就会把所有的提案。分类整理结束，送交各党团几个部会。那各部会他们啊有3天的时间，15、16、17啊，由啊各部会向提案的党团或者委员来进行啊说明哦、啊，因为我们给一天，恐怕他们一下子要找这么多人呢，不一定找得到。那礼拜一、礼拜三啊给3天的时间。然后我们会在1月18号啊，密集的开始进行总预算实质的协商啊，因为啊，我们提案都知道了，然后我们就依照过去由啊各啊部会来啊要讨论他们的预算啊，就处理啊协商他们的预算，就请各部会来。那啊，以上大概。啊，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草案，那请各党团表示意见。好，来，请为周兄。嘿，这个院长这个安排的很好，嘿，时辰哦，安排惯例都是照惯例的，我好。不啦，这个照惯例就是安尼啦，惯例啊，不然你怎么处理？好了，你们也可以提建议，没关系，别跟你们讲，你们讲有建议都可以提啦。嘿，不过我具体一个建议哦。好，因为既然哦，我们之前经济委员会跟交通委员会的，其实也哦已经这个比较早送出来了，然后对，是我具体建议哦，我们就。提早处理，先处理总预算。但是，那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后面你们就不再提案了？到12号之前还是會提案啊。所以啊，怎么处理？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省经济跟交通啊，如果12号有人再提出来，那要怎么办？会发生一个问题的。对啦，啊，其他党团要送啊。不是说你们送的，省那处理啊！哇，这没有办法啦，这一点要有一个截止嘛。这是统一的嘛？各党像我们的是都已经提案都准备好，随时像今天都可以完成送案的动作了。我今天都完成上。哦，啊，提出来就不会再送其他案子。哎，是不是先？因为哈，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啦？因为哦，你们都一直在讲说我们在党经公教的这个加薪啊，其实我们不想背这个负担啊，所以总预算实质审查，哦啊，这个作为一个在野党，对于总预算，我们扶烂扶边的，我们该删的我们会提出删减，啊，该来报告的书面报告、专案报告不清楚的，我们会要求他来报告，哦，但是是实质审查，啊，所以。我们也不想背负说哦，我们在党总预算，然后让军工教加薪，哦，所以会落空，
一月份都已经开始了啊，还是户头好多人去刷说没有了，没有加到，也来跟我们反映，所以我们也不想被这个骂名了。哦啊，所以啊，既然你们也认为总预算很重要，排第一案嘛，那我们就开始先来审总预算了。那大家就解套了，不要背这个骂名，我们就真的来审。好，哎，开始来协商 ，OK 了，我们可以来协商。嗯，好，我的建议啦，好，我们没关系，我们都可以提建议。好，来，还有，好，来，请。我想，总预算审这审查包括协商的过程，都有一定的流程，大家都很清楚嘛，哈。今天院长这样的安排是一个标准 的流程啦，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对程序性的协商啦，内容大概不必讲哈。因为各党第一个。各党要送案嘛，送案以后会诊还要再送给各部会，有的可以接受我们当然接受，不能接受会写对案嘛。所以今天我们党讲的看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也不尽然了，因为怎么样，你们不想党总预算哈，我这句话我们会非常铭记在心上，感谢的哈。坦白讲，但是先前你把总预算到十二月二十八。是二十八才送出来，那整个程序都很 delay 了。那 delay 以后呢？你现在只有你送两个案子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你后面还要再补嘛，好、哦。所以这个要尊重各党团呐，因为对我们来讲，执政也是说锦囊来塞来接手嘛，对吧？哎，发给各部会去看，还有各部会要去拜访嘛，这是一定的。那我是觉得倒是现在。不要说前面很慢，那后面是用这个理由很快，那也没有办法快。坦白讲，也没有办法快。那我们大家拢想以后什么代志，包括我们劳基法等，像这整个啊，民事会，我们都希望能建立大家一个新的模式出来，大家理性来协商。那我对于已经送出来的部分哈，包括说到礼拜五以前大家送出来，然后。到下礼拜一完成各委员会完成这个会诊以后，由财政委员会交各党团了哈。陈秘书长，这个包括他们已经送的，我们也可以拿，也交给我们大家各部会。现在就可以把他们已经两个送出来，是不是交给我们？我们也交给各部会去拿款。礼拜一我们就会一并整。不，可以先的，我们就先处理，就不是啊。因为沟通，你就沟通，只是说在。二三两天哈，让部会去沟通，时间太短了。一二三啊，起码已经赏出来这个部分，就可以先沟通。先花了啦，啊，礼拜五花的，礼拜五各党会审了以后，也可以同时也印起来，还可以搬到去啊。当然，预算委员会他去整理，那是当然我们都尊重。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行政部门也要对于自己的预算要有责任感，要去沟通，不要是每次到财委会都被骂。那我觉得很难过，我想行政团队也是希望说了解他们的预算哪里有问题，让他提早去沟通。所以，那种部分高应急沟通会先拿分出来啊。我们好这部分，至于这程序都是照这样嘛，然后我们会展开密集性协商。那我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受案到礼拜五嘛，哈。那这一点的部分，当然我们是大家尽量往这个方向啊。那我先用到时候哪一党就是说啊，我们还有一个漏掉，只要少部分的哦，我们是可以接受了。没讲后边，没后边个从追来哈，拢安尼啦。那这就大家也讲的啊，大家可以谈的啊。就少数几个案子当市场没有作业，然后再提那个补提，反正表决前也可以补提。我们尽量用这个方式来处理。买用头前从一千后壁过五千，安尼买啦，哦，啊买啦，拜托个啦，哎，咱拢诚意啦，我希望即摆年收的大家拢会让，哦，比较和气，不管怎么样，过去就过去了，啊不，我永远期待这样的嘛，好，包括咱老几个买爽快，我希望是安尼来处理的。好，还有党团针对这个时间表啊。有没有要表示意见？好，来请。好，对不起，院长，我就请教柯总召几个问题哦。因为整个临时会的议程哦，
当然包括今天早上的送案都是民进党先送，所以其实时间跟议程怎么安排其实都是掌握在民进党的手里哦。所以我再确认一下，你们刚才按照柯总召所讲是1月12号截止收案，是不是？这是我们议事处提供的，议事处提供哦，议事处草案，我们的草案。好，这是但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就是还有一些状况的话，到时候我们在二读会的时候也仍旧是在讨论那个事项之前呢、啊，在讨论事项还是可以送。好，那这个就是那是不是？请问柯总，那接下来这几天你们的议程到底是怎么安排？然后再来就是说，针对于这一整次。这个整个临时会，当然因为时代力量后面有到议场进去，然后我还是想再确认，对不起院长，我还是很想再确认一次。过去我们讲很多次的送案的地点、收案的地点，包括今天早上秘书长非常清楚，要签发言的顺序，那个位置点到底应该在哪里？不为今天也未来，也为了未来接下来每一次院会重要的议案，大家要排案的地点跟时间点，因为有时候到底是在外面那个第一个排队，还是在签到部那个地点排队，还是冲到议场进去那个才算？我还是希望院长，我们今天把它讲清楚，因为事情发生过了，因为就我们大家也就知道说，哎，反正那么多媒体都在看。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发言的签到的顺序的地点，送案的地点，到底是以在外面排队第一个为准，还是说有人以后未来还是哪一个党派，还是冲到前面用那个议场的第一个那个点，还是在签到簿上那个点？到底这几个点到底是以哪一个为准？我们还是请院长您可不可以才是清楚。好，我本来是应该在收案的前面哦，9点我们收案，第一个排在那边是第一个嘛，哦，这个是毋庸置疑啦，就是但是大家冲就会很危险，因为我们大概早上是7点会开门嘛，开大门，然后大门大家就可以进来签到，所以本来我们过去是跟大家讲，是一场正常的状况之下，当然是你一定会先签到，再进到收案的前面排队嘛。基本上是以收案的前面的排队为主嘛，但是你一定会。在前面第一个排才会在这边第一个嘛，但是像那一天的状况，院长，因为今天所有朝野党派都在，我相信我们也都不希望，就是说大家为了在外面已经排了，然后在里面又在赛跑，这样大家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这样没有意义，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干脆把它讲清楚。啊，你们希望是不是在外面就以外面排队为主，还是在签到为主，还是以后大家要比谁比较会跑？那不管外面怎么排，就一样在前面那个位置。我觉得今天因为朝野党派都在，我们把这件事情把它讲清楚。大家就讲嘛，你们希望怎么样嘛？我讲一下哈，因为早上我是当事人啦哈。好，这个民进党前两天就排了啦哈，但是不是所有的人来排嘛，是轮班来排嘛哈。大概啊，我今天早上4点45分到的时候，我有把它照相起来，他们就有11个人。在那里哈，刘兆豪委员也在那里。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啊，你们有11个人在我前面，那我就是第12个嘛。对，这样很合理嘛。对，你去哪里买东西要排队，也都是这样排队嘛。对，那你不能说你前面有十一个，然后其他的委员，你们的委员后来来了，全部插在那个11个中间，挡着吴亮家进啊，变成60个人在那边，那这样不合理嘛？那排队是排什么意思的？哦，那我派一个人来排就好了。对了，到时候我把所有人都灌进来。好，阿内比赛，我知道，对不对？好，好，啊，如果是这样，我们接受。将来就谁先排，就你排到后面就是后面。对，但是人你不能离开，然后离开就没有了嘛？或是你离开的时候有人代替你？对，那还是不然，一样比赛啦。哎，大家拢在摆物件哈。就是人嘛，我们就定是一个游戏规则。你十一个人哦，我第12个，那你11个人，你就是11个名额了嘛。对，
好、哦，那你如果一个换一个，那我们大家觉得可以就 OK。我了解你，那你不能说我掰十二个，然后你五个人又来穿到那个十一个里面。我了解你的意思。哦、这样阿内摩多利嘛。不过我跟各位委员啊，如果是这样讲好，那以后开门啊就不用跑步了嘛。对啦啊，前十一个，像我早上我就跟柯总召，我就是这样讲的。我说我已经算过，你们十一个，你们要上去做什么？你要站主席台，你要地岸区。去排队，或是你要做什么都 OK， 我都一定在你十一个人后面，因为我们没有要跟你抢主席台，也没有要跟你抢地岸区排第一，因为我们要去发言登记嘛。对了，后来他们上去了，我们就发言登记。对了，对了，这个我们就这样来做。我了解，好不好？对了，讲清楚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啦。大家比较有游戏规则。徐委员在刘委，阿鬼大话哈。好，来来来，别别别。不啦，徐委员，来来，你先的先。OK。对了，排队这个事啊，对我们小党而言哈，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做，有时候会很挫哈。虽然我比如说第一个到，上次林维洲委员他们三个来，啊，如果用跑的要跑到那边去，因为有时候医师门开，医师人员还没到。好，所以如果真的是按照排队，是不是有个比较清楚的规则在那里？谁先到？好。那我们当然也很难要求医师人员在那边等我们，比如发号码牌啦、名字哈、这不可能。所以我的意思说，是不是大家可以各党团有个共识？好、哦，像上次徐玉仁委员也是冲啊，两边挤来挤去，到底谁在弄谁？啊，如果我一个人去排，因为我们党团人比较少，啊，其他党团排个十个，啊，冲进去的时候，我想这大概就很困难。好、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君子的协定啊？好、哦。像刚才讲的，各党团有共识，好、哦，谁先到，反正眼见为凭嘛，好、哦，那树木也一样，大家都不要去灌水，好、哦，那可以替换，好、哦，那但是我的感觉是说，大家都有共识，谁先在外面就是排案的顺序了，好、哦，不论是以后正常会期的时候议程草案啊或什么，好、哦，之前我们是用所谓。小党优先，不过现在没了，无所谓。有啦，啊，有啦，啊，有啦，不要，这个就要讲清楚啊！我一说，有些事情真不，我把它讲完哈、啊。有些事情真的要讲清楚哈、啊，不能说有默契，然后那一天就说没有这个默契不算，这个大家都有共识。那排案外面排队这个事也是了哈、啊。我对于小党要不要优先这个，我已经没有。坚不坚持？可是只是说，这看大家的共识是什么。那另外，刚才柯总召有讲说，表决前可以补提案啊。好、哦啊，可是讲的也含糊，就是说数目不要太多。好、哦，我知道，一定会提这个嘛。好、哦，那我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种，我对了，可是我有这种经验，就是说，议事人员就说啊，委员已经不能提案了。我想说，哎，不是可以补提吗？啊，可是我们又没有写在协商记录里面，所以。不，院长是这样，我们这个事，我们时代力量党团也很少做，可是我还是希望说能明确化，所谓表决前可以补提案，那个数目是多少？处理前呢？哈、哦。进入讨论。对，这个就要定义清楚嘛，是开始讨论了就不可以提，还是表决前不可以提？对啊，哈、哦，我觉得这定义清楚，那之前也可以提，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相关提案之前截止的日期嘛，那之后又可以提，那各委员会的数目是多少？我觉得还是要把它讲清楚了。好、哦，从我的角度就说不要含糊，因为免得到那边大家们 argue 来 argue 去。好、哦，这个我的一个建议。我觉得非常好了，就是讲清楚哦。来，李委员，啊，在刘委员，谢谢院长哦。其实这个其实哦。我们委员会哦，在开会的时候，委员登记发言，委员签到，其实这个规矩本来就已经很清楚嘛。哦，那院会的话，其实就照委员会大家平常的共识，就这样走就好了嘛。从头到尾也没看到委员会有在吵过，也没有看到委员会在挤过，也没有看到委员会因为谁的问题出了。只要，其实不过。站在小党的立场哦，排队也排输人，挤也挤输人呐、啊、哈、哦，所以
为什么国会从以前就是尊重小党优先，其实还是有它的由来的原因在啦。哦，所以其实照为什么不恢复以前这样子，就是由小党有优先的这样的权利，我也当然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执政者也怕就是一次送了上千个上万个就会受不了的问题嘛。那你如果把这个游戏规则定成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大概永远不可能会有第一个第二个了，我们绝对是在后面的了。哦，这个大概是可以预估的出来哦。不过我还是建议，如果真的，当然大家要愿意要照这个游戏规则走，我们是没有意见的。不过我们还是希望的、期待的，就是说，大党还是要礼让一下小党啊。哦，那我是觉得，照以前的那样子已经行之有年了哈。哦，那应该是会来的会比较好一点的。哦啊，如果你们要去排队，我们也不反对了。不过我们希望的话，就是能够礼让我们最小的小党，哦，可以在前面的话，啊不哦，校长兼公卿，你要叫我安尼哦，我都无法度无几工呢，哦，所以要拜托啦，哦，真的要拜托。那这个当然也是希望真的是拜托各党啊，哈，哦，大家用这个方向啊。如果真的不行，其实委员会的那个规矩，大家都已经都很守这个规矩在走了嘛。啊，然后如果这样子大家讲好的话，以后院会的话，差不多半暝哈，哦，大家都开始点啊摆列啦。哦，那你们可以轮嘛。哦，啊，我们要怎轮？哦，啊，马修搞我们看卖一下哈，哦，好不好？好，哦，谢谢。来，请刘委员。啊，谢谢院长哈，啊，各位同仁，我觉得今天协商到目前为止，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啦。那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今天问题的核心看起来好像是排队，但其实不是排队的问题啦。问题的核心是那个提案数目的问题嘛。好，我想就是说，我们对一个法案，当然一个政党，它通常就是一个态度嘛。一个立场，这个是正常的态度啊，啊！但是我们现在，我说实在，任何人当上执政党的时候，坦白讲，他很难做事说。说一个法案的推动，它取决于被排队的优先顺序，然后决定它可不可以推动啊。我的意思说，好，今天如果是在野党存心杯葛，那提了1000个，我说实在作文比赛，不要说1000个，提10000个都有可能嘛。好，提10000个的时候，他又排在第一个。啊，那就注定这个法案是不能一定要被耽搁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坦白讲，我说实在，任何人，我不要说现在民进党在执政，任何人当执政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一种，看起来是民主但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这件事情如果取决在排队的优先顺序来决定我们国家的制度跟法律要不要被推动的时候，这一点事情我请大家都来思考这件事情了。好，但是如果真的要排队，那我们也没有意见，就是说，但是我是比较主张不要用跑的进去啦，就外面那个顺序就决定，用跑的真的很危险。我说实在，哦，啊，大家也不是，哦，除了 Freddy 跟那个洪慈庸比较年轻以外，哈，其实大家这个跑起来是，新淳也比较年轻啊，这个跑起来说在平均年龄大家都50岁。50岁哦，50岁上下这样跑，真的，而且人那种在跑的过程，肾上激素会比较亢奋哦，会难免会有跳一级。我觉得这个都没看解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大家思考一件事情，问题核心是在那个案件数啦。如果说我们今天都是只有每个人、每个政党对一个制度、对一个法案都是一个态度，那我说实在，我们任何人当执政党，让小党、让任何一个在野党，他的提案在前面有什么关系？因为就是大家一个态度啊。那问题是今天如果说取决于小党优先，或者是排队，用排队来决定的时候，那个排队就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扰嘛。我觉得不是，如果这件事情大家如果让他任由这样下去的话，以后不是开会前一天晚上啊，是可能会导致开会前一个礼拜都有可能。就好像在买以前我们小时候买琼斯杯篮球比赛啊，或者买电影票要去看500的演唱会一样，前7天就大家就要轮班，只要排第一个，那我们就大家一直轮啊。那我说实在，这个真的不是国会之福啦。以上，但是如果说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用排队，
那也没有办法，就大家来排。但是我比较建议是用外面那个为准啊，不要跑进去就回来没啊。好，来那个李彦秀委员在科总召。院长，谢谢院长。我想上个会期就是刚，我们现在这个是临时会，刚过这个会期，其实之所以我们立法院可以通过这么多的法案，国民党算是一个理性的政党。按照过去两三年前，到底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想我不用再去说太多的话，人民非常清楚，该过的法案属于民生法案，国民党也全力支持，没有恶意杯葛。但是我觉得今天回过头来，我觉得民进党处理很多社会重大议题，国民党如果杯葛背后没有民意的支持，我们也不会随便杯葛。所以我们今天杯葛绝对有，我们今天要送案，提早送案绝对有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送案没有我们的目的，我们相信民意也不会支持我们，这是我们所要讲的。那既然我记得上个会期的期初的时候，我记得议事处有整理出一张送案的一些顺序跟地点，是不是如果可以可行的话，大家是不是再看一看？反正这几天我们都有很多协商的时间，我们再把那几张再确认再看一次，那大家就把它定案下来，大家没有意见原则上就按照这个来定案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院长，我还是很想确认，就是说因为这整个议程今天下午开始，因为接下来都是一次会，从八号到三十一号都是一次会的时间哦。那我们到底接下来这几天议程的安排，除了我们现在大概各朝野党派大概都知道，每一个刚好加上协冷冻期一个月的时间，大概哪几天是到期的时间，有可能是民进党会要处理案子的时间。那大概原则上议程今天既然是朝野协商，到底我们有多少时间？因为上次劳基法毕竟在委员会没有真正的完成初审，那既然没有完成初审，我们就认为说朝野协商好好的去讨论这些版本，好啊，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到底可以有多少的时间在这边好好的讨论？好，你们提意见嘛，看要多少时间嘛，没关系，大家来讨论嘛。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也送了很多版本，好好，我刚才也关注到民进党也有一些版本在嘛，我们就好好来讨论。那我觉得上次非常可惜的是，委员会没有机会跟劳动部好好的做答询的工作，那好多条文也都还没有处理完。我相信院长有看到那个整个议事的过程非常清楚，那我相信时代力量跟亲民党也是，所以既然我们拿朝野协商来去做实质审查，那我也不反对，因为毕竟都有透过国会直播，因为现在所有的劳工团体也都在看我们每一个朝野党派怎么去处理这个劳基法，对对对，所以论述非常的重要。所以院长，让我们有机会每一个委员对于各自的劳基法的论述有机会交代完成清楚，我觉得可能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所以院长，时间点到底怎么去做安排？就你们建议看这个两个程序嘛，啊。一个是协商的程序要多少时间嘛，第二在院会的处理啊，广泛讨论跟逐条讨论也要让大家发言嘛，是这两个程序。那你们看协商要多少时间，你们可以讲啊。院长，我再提最后一点好不好？好，院长。非常抱歉，我讲这句话不是对您不礼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处理很多重大议题，我们的朝野协商都只是过场。我希望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一次如果劳基法再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我觉得对于未来整个社会、整个经济的发展跟劳资之间的不信任影响会非常非常大。所以院长，这一次的劳基法的协商，嗯哼，我觉得依照院长你过去处理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讨论老半天，没有共识，好，我们先搁一下，嗯哼，割一下，后面几乎就不回来，就是直接到下面去表决。没有没有，院长，我希望没有，我的感受，对不起，这是我的感受，不是我对您的直接批评。但是我认为劳基法绝对不能这样子处理，所以好院长，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你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大概一二十次的嘛啊，如果没有结论怎么办？但是院长，告诉我啊，院长，有时候你不能说没有共识，民进党讲民进党的，所有的在野党都对某一个条文有意见，那有时候事实上也要让他们回去想一想，毕竟国会是中立，你应该是一个中立的院长。不，你来当院长，好，你来处理。
如果没有共识怎么处理？你要跟我讲，你要教我嘛。我讲一下，我讲一下好不好？你要教我，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有共，那一天维州委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如果真的都没有共识，就为了一个因跟德，然后吵一个小时，那要怎么办嘛？你要教我、啊。有时候淡薄啊，抽腿哈，大家拢较好讲话啦。不然啊，怎么抽啊？那不再掉抽腿？来，李鸿基委，来再来。好，来各位，来各种操，来。我来，你着坐一只边啊，看较袂到，拢看到李鸿基俩。好来，来。好，来，我啦，这哈、哦，这个先不要有预设啦哈、哦。其实劳基法如果大家愿意坐下来谈哦，其实在这次临时会的第一天的时候，我也在这个地方也讲过同样的话，我觉得院长也很认同。其实就是说，大家先坐下来，其实劳基法真正会有大家有意见细条啊那样嘛。哦，最主要的核心的就那四条。那这四条里面，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简单来讲，要不要来谈？好、哦，那要谈，那要花多少时间来谈？好、哦，那花多少时间里面，相关的劳动部相关的单位也要列席。好、哦，然后大家去谈，然后把它谈出来，后面的话有没有共识，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先要把这个做出来了，好、哦。哦啊、我知道院长会同意，那现在就是只要执政党同意，那我们就把时间排出来、哦、那现在今天如果既然大家愿意坐下来谈，就是谈出他的时间出来、哦、那好好的大家来去谈这个，把这个这样才可以解决啦。我是刚刚、哦、其实不难啦，好不好？来换科，我想今天是总预算，我们一样来，好不好？不要浮掉了哈。现在总预算大概整个程序的问题我们先谈过了，那也当然要提到所谓地案的问题嘛。那地案问题包括国民党提出来什么时候顺序，收案顺序时间与地点，这些都可以谈，因为这个 要解决这些问题嘛。那坦白讲，刚才那个刘兆豪委员谈过，国会本来大家理性来，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因为经过一些事情，开始大家有一些变化了嘛。另外在游戏规则里面，大家会创造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们最大的问题会发生在前段时候，拿一万多个案子，所以会发生一些问题出来。当行大事合共，包括劳基法委员会好好审，大家都可以谈，超强都可以谈。但是我们今天大家共爱叫省议来讲大事、哦、那第一个，有关于这个委员会都是随天到时候谁签名，其实行之有年，这个已经十几年了，这很清楚。那院会刚才因为说讲的也是有道理啊，我一直去搞工会啊，恁早起也啊，这里十二个就是我们，大家不要乱跑。我是本来就是做这样主张。那没你讲话讲，你讲话讲哈，我们永远排队没有输过，只有一次，吴玉仁比我早来，那我就认了。徐仁啊，我就认了。哦，我本来跟徐仁在赛跑，我买个照，找两个给宝宝得，还没意思。那输上的还零，啊、哦，都是国民党第一案子，只有我们唯一这样子是输，或者是说啊，难挨宠。哦，你们徐仁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啊，这个话讲出来，大家都会同意的。包括林伟忠今天也讲得很清楚嘛。一生文问在月底下，啊，这在月的是因，我常说这个可以嘛，啊，没有没有。这样，但是因为狼进来一个规，整个又有一个暴冲的行为出来，那这最后回到进去的时候还是维持这样的样态。所以第一个哈，我们在这里就是说，不是我们不喜欢小党优先啦。黄金公立都啊，一个节来白天买雪糕，我拿着贵的套餐，去我再买白，这是大概我，那有没有需要是这样？那很少情况的，坦白讲很少情况。我相信以后这种情况也不多了，那个真的是不多啊。就是有些当然执政的时候要让议事来顺畅，当然有一些预防性措施，我们要小心一点。包括吴敦义都在讲说，我们要去占领耶稣里怀，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防御性措施嘛。所以以后像这种情形，其实大家不用套，大家套炸不来不来摆这啦。这种关键时刻，大家都会有一些攻防，就照游戏规则。委员会既然都是这样，那也不是所谓
是用你讲的默契，都是我都偷照我这样白夜海林行不要管，我是当年把打工打很久了，只有一次我说哎这个不行要是吧，我从来就是哎当年会当农无所谓，所以我们大家以后就不要争吵，也不必什么赛跑，就照委员会本来就是这样找谁来。那、啊、你觉得你今天很重要，我必须要展示我你什么立场，对吧？啊，这样表决完毕就是表决完毕嘛，也一事不二议，我们把游戏规则定清楚就好了。啊，这样我想大概可不可以休息哈？那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游戏规则，应该讲起来大家都同意的哈。第二个有关于岔开题目讲到劳基法，事实上劳基法我们下午才要协商，啊。包括林委托委员刚才提的说，我们赶快总预算很重要，我们要赶快通过。我就讲过你很重要，为什么搞到10月28号才出委员会？我这个都是托辞啊，不客气讲啊，不要生气。好、啊，你国际的事情不要再翁叔卖铁器了，翁叔卖铁器，但是翁叔铁，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要跟两位公开讲，翁叔卖铁器，因为你今天要弄点伏笔嘛。我们有两个，我们今天来协商这个，就是说这个议程整个你们要 delay 嘛，这个议程都排好了嘛。那当然你们对劳基法有一些意见看法，我希望都是回到这个，回到协商上面来好好谈。那林彦秀刚才讲说协商要多少时间，要先定出来。我们大家都不要忘记，很多人朗朗上口委员会中心主义，各位试想，劳基法审查一路上，我们当了3次委员会才不得不让他出委员会，你根本不能让我们开会嘛，啊，我们在这个问题公开过来，你大家懂动就顾了，啊，国民党也是一样嘛，所以我也后来，过去前瞻也是这样，那时候院长还很耐心的说。好，那再来这个地方，我们切时间给你们去问。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以后委员会大家都不要搞了嘛。所以这个是非常态，不应该再发生这个事情。大概很理性的去问政，什么法案不是说某几个人说啊，这个法案不可以审就不可以审，这个地方是合意制的。啊、哦，你说退而就不退，只要这样就没有空间的嘛。各党到最后对这政治行为是要负责。只要我们通过这个法案。这对我们有伤，我们也要认了、啊哦，所以我是认为说，你现在就赶快再说，哎，等一下，曹伟祥时间要多久？我想那个东西大概不必限制。只要永远是这样的话，哦、用诚意，大家讲啊讲啊，阿伯都无来表，用诚意啦。你讲，所以就等下拍摄哈。你看，以后委员会拢没信嘛？啊，大家这个叫来问一摆，各位讲。啊，这个时间是我们国民党的两个钟头，各部委在这里面都不能来，在那边羞辱我们部委所长，这个不对嘛？我是觉得这个都不要了，那叫正常就好了。好、哦，就是那至于，啊、哦，我们一定所有的不管，哈、哦，然后我们希望说，不管委员会，大家讲委员会中心主义，大家最好去委员会去谈，啊、哦。真的没有办法，我们作为执政，我们在执政，所以不得不才会没有办法做一些措施出来。我们也在野过，我们知道在野立场、执政立场都很清楚。哦、那至于今劳基法在这里协商，大家都很诚意讲说、啊，这个没有办法彼此说服大家，那就走程序，像院长就讲的嘛，一定要下去处理，我们不能说不能表决啊。那、啊、表决前要大于讨论、广泛讨论，要主要讨论，要发言。尽管发言，但是不要说站在发言台又不下来。我们大家都用诚意来处理代志啊，这样我们这个立法院才会逐渐恢复一点文化出来。那外面的人说啊，立法院也是正常的。我是想说，我们重新建立一些新伙伴的关系，那重新建立新的文化，好不好？好，来请林委员。哎，感谢院长，其实。今日重点就是这张嘛，所以讲嘛，唔免一直广告啦。因为其实吼，对啊，你逐条都足侪够好讲，其实这讲落嘛，都袂收煞啊。啊，我是感觉讲，因为其实时代力量的立场足简单的，就是当然咱即马即个临时会的重点是钟医生嘛，所以讲其实不管讲是即马咱这张的这个。讲诶，定数吼，也是讲头拄啊，国民党讲诶，即个吼纳信啊，诶纳诶会当阁补充提案诶，即个定数，其实我感觉拢会当接受啦。
啊，上主要是讲咱甲较侪时间，吼、哦，针对这个中医生的部分，咱来讨论就好啊嘛。啊，头拄啊其他的部分，搁歪路，吼、哦，歪路去不一样的层次的讨论。迄恁咱应该，譬如讲咱下晡就要讲逻辑化的代志啊，应该唔免伫遮啦，吼、哦，大家嘛拢也搁有代志要处理嘛，是。来，李委员。院长，除了今天我非常希望可以确认这一章之外啊，当然有几个问题，有几个细节，我觉得大家再说明清楚。第二个，我要确认是因为现在各党团、各朝野党派对于劳基法都有修正案的版本送出去哦。我想民进党，我刚刚已经看到民进党已经有提案，我们国民党也有一些版本在。第一个，我要确认所有的版本一定要念，不要再像上次前瞻的预算这样子处理。哦，因为每一个版本都代表每一个委员，因为我自己是有提我自己的个人的修正版本，代表每一个委员对于劳基法的很重要的核心价值跟重点。第一个，所有的劳基法的修正，因为这是法律案，一定要念。第二个，我认为院长刚才去提到很多重大社会重大争议法案，其实我倒是建议院长，如果大家有共识的。比较 有一些共识的条文可以去先做处理，碰到没有共识的条文，院长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立法院毕竟有法制局，也稍微去整理一下到底核心的争议在哪里，有没有机会取出一个比较中间的版本，您再请行政院回去再思考一下。如果什么都是直接啊没有共识都下去表决，其实我觉得这是立法院最不负责任的做法，那就不需要院长您来协调，就直接都下去表决就好了。所以既然以前王金平院长处理很多事情就是好尽量尊重，那能不能去整理出一个中间，虽然大家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非常可以接受，但是有一些可以居中去求出一个中间的一些条文出来，大家各退一点，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未来去处理重要的一些社会关注瞩目的案子的一个处理的方法跟原则。那这一次劳基法其实有很多条文，其实我觉得民进党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修正，那我觉得稍微去整理出来，大家毕竟都可以看得，社会 外界劳工团体也可以看得清楚这些条文到底修正了多少，每个党团立场在哪里。那我们既然有法制单位，也可以请他们回去研究一下，把党团大家的版本稍微整理出来，否则碰到有一些条文讲了老半天，到最后各自的立场是什么都争论老半天， 到最后都变模糊掉了。那我觉得因为劳基法其实主要就八个条文，那我们稍微讨论完，既然大家刚柯总召也说好尽量不要限制时间，大家好好充分讨论，好我们也可以接受。那讨论完之后，我们立法院既然有法制局，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法制局稍微去整理一些居中的版本出来，稍微聚焦一下，那也让社会大众回去，你们没关系，到最后表决还是民进党一定会过了，你们看你们要不要退而已，要不要尊重在野党或外界的声音，但是可不可以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啊？那大概大家都要直接下去标管，我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好好说。对，我也院长，我也没有批评您的意思。院长，我们是在回归基。我意思是这样。没有，我今天也是提出来，包括下午要去处理劳基法的方法。我只是刚刚院长，您刚提出来说，我做院长，我说我不是啦，我是我的意思。但我只是提出院长，包括未来其他的重要的法案，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方法、跟方向、跟方式。否则讨论了半天，大家当然朝野党团大家都是坚持自己的版本，那如何具有聚焦？好，那唯有聚焦的结果就是我们稍微请法制局稍微整理一下居中差异在哪里，时代力量跟国民党差异在哪里，那这不必法制局，但大家都聊我要啦，那到稍微整理一下法制局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样一讲就很清楚，了如指掌了。研究委员讲话，我只是提出来一个建议了，但是我觉得院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方案。过去王金平院长处理事情其实事缓则圆，有时候大家稍微磨一下，民进党回去再思考一下，有些东西不是完全不可以修正的嘛。好了，你既然民进党也提出来说劳基法也不是不可以修，有些方面他们也愿意退一些，那我们就好好来讨论，请法制局非常有诚意整理一些。我们委员会的时候就好，我没有说你没有诚意嘛。好来，所以院长，我觉得可以提出请法制局稍微把
大家的版本稍微整理一下。等一下再处理啊，来，好，来，谢谢院长哦。第一个，请院长才是，如果刚刚大家对于总预算的这个协商的重点，大家有共识，是先做一个结论跟才是，这第一点哦。那第二点，我觉得我们也很有诚意，那我相信院长也很公正。那针对劳基法的部分，他本来就说应该会在下午，也一定会在下午召开朝野协商，会针对每一个党团的修正动议也好，各委员的版本也好，行政院的版本也好，就是要来这里好好谈啊。那你如果有修正动议，党团如果有修正动议，那就下午来这里好好谈，那是下午的事情。这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很有诚意，愿意跟大家谈这个法案，在谈的过程当中，协商的过程当中，说真的啦，是要确实是要让大家有交集。可是如果没有交集的时候，那就是用民主的方式，逐条发言，逐条的表决嘛，哦，那也不要再讲过去王金平院长怎样怎样。过去很多的时候，在重大有争议的法案的时候，国民党党团跟王金平院长什么时候让过，还不是一样在表决？哦，我觉得哈，在卖公黑。哎，一讲安呢，阿金妈安暖，不要再讲那些话。我就觉得尊重院长的才是，那所有就照议事规则来进行，那大家就理性的、好好的来讨论。那我相信行政院的版本跟我们民进党的党团的再修正动议或者等等，我们希望是让台湾主流民意是能够支持的。院长，这样子的院长，我再说最后几句话。如果要发挥院长您调和鼎鼎的功能跟重要性的话，谢谢，我觉得法制局把所有的东西稍微整理出来，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说，哎，这个法制局，我相信它是一个中立，它会整理出一个比较中立的版本。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院长您中立的院长，但不我几关门家没对照表而已，不只是对照表，不是能够代替委员来对照表来。柯总长，你讲这个，你就跟王金平院长对一下，之前多少你们要的有一些东西，国民党可以退，都一定有退嘛。我们林德福总召在这边这么久了，从以前到现在没有王自己在主导法案的，立法委员自己决定的。除了整理出来之后，大家可以更清楚看到，我觉得也可以好好看得到苏院长您调和鼎鼎的功能之外，就如同院长所讲的嘛，我觉得院长朝野协商下午可以去处理的。朝野协商如果大家都能够推向共识，有一个共识，那当然就照共识。如果没有的话，像院长所讲的，我立来之后一定啊，如果大家都没有共识的时候，啊、你要怎么处理？好，好这样子的啊，咱们两个一直从标杆嘛，是啦。我过去也担任过两届的立委啦，啊，我没有那时候没有当院长，我是当委员，而且是在野党极弱势的委员啦，啊，那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像现在还有协商能够坐下来好好的执行官员啦，啊，那时候第二届、第三届我当两届的立委啊，我想好几位都是那时候还没有进来，现在已经非常进步，还有。协商还有可以在这里协商咨询官员，那时候怎么可能一问一答啊？我们要咨询三十分钟，结束之后退场，再由官员回应三十分钟，哪有一问一答？没有啦，所以表示立法院一直在进步啦啊。那我们也不要回顾过去怎么样，法制局。其实是应该在委员会结束里面进行协商，有党团的协商嘛，法制局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到院会来就是要处理了。那院会最后的协商，法制局怎么可以再把他的意见加进来？而且这个都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到底要站在哪一个角度？他站在哪一个角度，都会被批判。说他不中立，除非是在审查委员会审查他提供意见，否则他不能够针对争议的法案提出我的见解。什么中立？他在不可能中立啦，他支持哪一方，对方绝对说你不中立啦，所以这个是不可行的啦。我们讲真的啦啊，叫法制局来处理提供最后的仲裁的意见，那不可行啦啊，我们不要害法制局。的这个员工了啊啊！如果他在偏向哪一方，你们一定说院长指示啊啊，所以他们偏了我的，听了我的指示，我觉得这个不可行了啊！尽量的协商，
尽量的产生共识啊、哦。那主流民意各自都有解读啦，这个政党的轮替是常态了嘛，所以不是透过这个意识的杯葛才会变成主流民意，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主流民意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在外面大家对一例这个劳基法的修法啊、哦，然后问题出在哪里，应该解决哪一个方向，其实你们都很清楚啦。啊、哦、啊，这个有时候哦，其实大家多一点磨合的时间，这一点我们可以接，我这方面我可以接受啦。啊、哦，但是你说。哦，处理通过的就通过，没有通过的请法制局再做评估，然后再回来。院长，我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样，我刚可能没有说清楚。院长，那能不能我刚刚意思就是请法制局把大家的争议点整理出来？争议点我们在讨论过程就知道了。对啊，但是院长，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行政院其实碰到像劳基法这么重大的案子。其实行政院也一定都有在观看啊，他们会来啦，他们会来备询啦。但是到底有没有可以去调整的空间？我们也让行政院去做一些处理，不要说到最后都变成是立法院，不会了，我们会表决来决定这么重大的案子嘛。我们本来就立法院的事，但是如果劳基法的版本，华志奇啊，开始来处理了。华志奇对于每一个法案啊，没审查以前，他都有评估报告。我们开始来处理了啊。都有评估报告，但华志奇针对这个总预算，这个整个的流程，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真的这个先，我们一案来处理了哈，好不好？好，来，请。就是前面有提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处理前，哦，对，处理还可以补提案。那、啊、这个补提案的数目要不要就把它比较明确化？对了，因为我觉得、哦、不要用善意啊、哦，因为这善意有时候说没有、啊、大概那个截止提案，你刚就是说，我们有个要不然就截止提，要不然就截止，就大家不要再提案了，那也不大可能，因为照议事规则，这个到时候每一届都在吵，啊、而且实际上讲过很多次，我们要把都要了解这个议事规则本来就是大家都有一定有些规则嘛。对了，我就是说，那今晚用党的议事规则可以提，对，那可是不要提太多啊，这个太多是多少？啊，这个没有办法定啊，这没办法定，这是一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是可以接受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就要接受，不要事情发生说啊，没了，这一定截止啊，你不再提，哦，院长，我之所以提这个事哈，这可以讲清楚，不要到最后讲说。啊，没有啦，那只是默契啦，这个不是共识啊，这不是。不啦，最好是当然截止之后，最好是不要再提，因为这五天的时间大概该讨论提案截止就截止啊啊、哦。那刚才李延秀委员是有问说，那在处理之前能不能再有一些，如果没有想到，那总不能没有想到一千案嘛，所以老柯总召才讲说，如果有特别。哦，大家真的没有想到，那我们大家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哦，哦，那当然可以再提这样子。但是徐有明委员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那每一千二队友都有意义啊，哈，那又怎么办？要怎么办呢、啊？哦，大家是不是沟通？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时间点可以，大家。有一个共识啦，但是数量是没有办法，这鬼话心啦。如果他真的要数量没有办法规定啦，但时间点、啊、对啦，对啦，对啦。因为今天要背个讨情的规范，对啦，对啦，追加奖给你上 A， 对啦，那个问题是不会发生的。对啦，好，那这样子大家大概知道，那这个第一个总预算的流程，大家就没有意见啦哦。那第二个收案的时间、地点、一览表这个。上一次大家没有签，大家看一下这样收案的流程，大家愿不愿意就未来一场的国事论坛的那个就是收案的地点，就不是在一场，这个是有排队的啦啊、哦。那如果说在处理之前，你当然是在一场里面了，九点开会之后啦，好、哦，这是七点到九点的收案时间啦啊、哦，就在国事论坛的签到台啦。啊，那没个总啊啦，要大队、啊，大家是不是有共识？委员会就这样，这就要签啊，长期以来都这样。这个就是要签啊，这个就这一张你们看一下，如果同意就照这一张的程序来嘛。啊，哦，
怎么样？可以哦，代替了，好，那可以哦，这两张我们就签了哦，就签，那跟各党团报告了哦，那就赶快准备结论来。但是院长千万不要说我们排第一个，后面又有人要冲进来跑到那个国事馆，哇嘞！再来签啊！我们曾经输过一次，我就认了。来来，赢了还让哎、那個啊，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哈 ，OK 好，这个也把它弄写一下，没了，写一个附表这样子，附表这个，啊附表，写几张这样，啊稍微写一个 title 啦，就把它印。林德武委员总召是有建议，我们两点半再开始，中午让大家休息一下了啊，两点半开始了哈，好不好？好，这个不必写了，不必写了，啊，好好好，那我们就等大家签名了啊，谢谢大家，两点半啊哈，好好。